是谁说的？内蒙古全是草原、戈壁、沙漠。呵，今天带大家来看看内蒙古的高山，崇山峻岭啊，是不是很漂亮、很壮观、很巍峨？前面有一位养羊的大哥，我们去上他家做客。大哥你好，我们是来自江西的，专门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能上您家里做客吗？能啊，真能。能。贵姓？我姓赵。哦，赵大哥。对。哎，你好，咱们年纪应该差不多，我79。哦，我83。哦，这是你养了这么多羊？对呀。这一块地盘都是您的？对。哇，你们家这么多车？啊。大户人家。我们去提点礼物，我们来做客的礼物。啊，赵兄弟，这是来自我们南方的武夷山的茶，红茶。哦，谢谢。这是两瓶酒，都要回家。啊，真的很愿意感受一下你们这里的生活。对。我看到什么都稀奇啊，因为在整个内蒙古我看到的都是戈壁、沙漠。对对。在你们这里啊，看到了高山。啊，这边全是大。全是大山。啊。这是您家本身就是在这里？对。还是？后面因为养羊搬过来的。我爷爷他们搬过去的。哦，好几代人。爷爷辈就搬过来了。嗯。这两条叫什么名字？火凤。火凤。嗯。那一条呢？果果。果果。火凤，果果，果果。现在不叫了。嗯。别咬我啊！我把你甩狗屎甩到我身上。非常听话。对对。这些就是牧羊犬。这也是来放羊。啊。这边好多苍蝇是吧？啊，进来。你好，小朋友，这写作业呢。嗯，真乖。哎呀，他的字写的真好。哎呀，这是他中秋节的作文，很好。我们是做纪录片的，就是记录到我们来过的地方，然后见过的人，交的朋友。对对对。啊，希望您别介意。哦，没事，转。好。这里啊。住在山脚下，但是望得很远，路边上有啥情况都知道。我刚刚看到赵兄弟他赶着羊，他指挥一条那个黑色的那个牧羊犬去赶着这群羊往马路上跑到这山顶上去了。你看到那群羊没有？看到了。是啊，也有几百只。我以为内蒙古都是大草原，但是这里的山有点像咱们南方，只是它没有树，光溜溜的。嗯，你感觉到了没有？嗯，这边的牧民非常好客。是，还没开口就答应了。基本上没有拒绝的。对。真的，这人非常好客，这也是我喜欢来内蒙古的原因。嗯。去那边坐。好。你长得特别像那个东北。来，上那边坐，那边有政务，省得打搅人家孩子学习。好。这个是葫芦吗？对，你好。嗯，嫂子你好。你好。哎，要脱鞋吗？不用不用。没事没事没事，你请进。啊。这里呢？请坐，这样。加坐。好，请进。哇，他这里好干净啊！你们这里装修的非常好，里面。在外面看不出来，而且他这个房子很凉快。好，谢谢谢谢，谢谢。坐这。你们这里就没有空调什么的吗？没有，今天才把电扇给拉上。基本上都是没有空调的，甚至有的风扇都没有见过。嫂子，你先别走嘛，跟我们聊两句嘛。哦，他说给你们闹点饭。哦，不，我们吃过了，我们吃过了才过来的。对，刚刚吃过才出发的。猪排不会酸菜，一会儿就好了。行。啊。哎呀。还有那个西瓜呢。特别感谢。特别感谢。这里的西瓜，哇，这个西瓜是那种沙沙的感觉，就跟家里的不一样。来，你吃吧。哇，就是像吃了一口那种。
甜品店那种冰沙的感觉。帅哥，你好。哇，谢谢，这是哦，他们好像我们在口岸看到过那个。谢谢。糖是吧？嗯。写完作业了吗？真懂事，好有礼貌。很香，很有奶香味。奶香味十足。小弟弟现在又给我们拿来了这个东西，不知道是啥，是啥？八宝饭吧。赵大哥的儿子非常有礼貌，除了这个，还给我们端来一盘黑不溜秋的东西。红野菜。红野菜。是这样吃吗？对。野菜放这上面可以吗？我总感觉它像萝卜干呢。吃起来像萝卜干的东西，赵兄弟说是当地野菜的门禁。赵嫂子看上去腼腆，但是非常热情，热情待客估计是这里的主旋律。牧羊犬跟它的主人一样好客，当然它的职责是驱赶羊群。面对汹涌而至的羊群，这个场面非常壮观。这些羊只是赵大哥800只羊里面的一部分。山脚下像蒙古包一样的建筑，其实它是固定的，而不是移动的。我没听到。阿姨吃饭。好的。来，请进。我们吃了。我们也吃了。哎，你吃吧。深入内蒙第一站，盛情难却。我们吃过饭了，但依然被赵兄弟夫妻俩的热情给我们整了这个，我们必须得来点。嗯，尝一下。嗯，应该是到蒙古的家宴。哇，谢谢。你要不要一起来吃？我不吃了，你给我。小孩真懂事。哇，大口直漏。哇，这是什么？酸奶。哦，酸奶。自己做的吗？啊，对，这个是特色。好高的碗。哇，浓浓的那种奶香味儿。你放点这个白糖。哦。他说先想尝一下原汁原味的。哦。你要不要那个小宝贝？好嘞。尝一下。我估计你原汁原味的不一定吃得习惯。哦，是。它是有点酸的，酸奶酸的，它真的是酸的。那给我整点糖。感谢赵兄弟啊，今天失礼了。哎，没有，来了我们这儿就是，哇，也没个啥，你吃好。来了就是亲戚了。啊。我们这山里人也不会说话。嗯，淳朴。啊，淳朴就是硬道理。啊，酸酸甜甜，确定是当地的特产，酸奶。哦，很好吃。这个比买的那种包装的味道完全不一样，特别爽口。回味无穷吧。好了，我们吃饱了，嫂子，我们吃饱了。再吃点。再吃一点就吃不下了。吃西瓜吧。哎呀，又来了。太热情。小暖，你叫什么名字？赵奋斗。赵奋斗。哎呀。奋斗成功。发愤图强。赵兄弟。没事。感谢大舅子。常来玩，感谢奋斗，感谢嫂子，以后有时间再来。好了，这期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能遇到赵兄弟一家也是我的荣幸，下期再见，拜拜。东南西北我在寻觅，只为传递人间真情。陌生人，请为我开门。陌生人，请与我交心，脚步在。